师，金小姐啊，对，是我啊，终于等到您了。装好了。金姑娘呢？有客人开门去了。这什么呀？人呢？哎，金姑娘尚未出阁，我身为男子在此处，恐怕让人会多想。我还是先隐身吧，省些口舌之劳。很体贴，很细致。这位是？他人呢？怕打扰你的客人，隐身了。隐身？就是我说的那个鬼，他会隐身。莫慌，让我先看看。他不在这个屋，应该是躲起来了。不必找了，我就在这儿。金夏，你行啊，一声不吭找这么个大仙儿，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天青青，地灵灵，急急如如令。但是你这符好像不太管用啊。是个鬼王，有点棘手，拿碗清水来。你将这碗圣水喝下，他以后就伤害不了你了。但其实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我。